蜻蜓。Thank you.
部分。吃鹅。这小鱼苗，哎呦呦，漂亮！小虾，超级小虾，水草，阿福。Hello， 我是伍白。今天母光啊，一样调查溪流。这一边的话，虾子比较少，可能是跟草也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草比较浮，上次那个草比较密集，所以虾子可以躲在里面。那还有就是那个鲫鱼有没有？其实这边有鲫鱼蛮多的，只是阿福太多，他抢饵，所以鲫鱼也会去抢，看谁抢得赢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水流比较干净。